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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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大标很明确。嗯，没到。我不知道压没压他的经验。嗯。这么肿啊你啊，还 A 了两个不灭是不是？死在我手里吧。啊。怎么派克闪现把我给做掉了？怎么奎上你打不赢我的呀？这他妈辅助把我给抓死了，可惜。A 不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好果断的闪现。还好有小兵啊，不然这不要死了。厉害啊这个推。没小兵这波被单杀了。他是我后面的兵，然后把我推到哪里去了。打回上你他妈这个位置很危险。但是他又不出来跟你打。你知道吧，这英雄其实挺会玩的，挺难杀的。你控线他就站明线后面，因为打不到他。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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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位置很奇怪，要被他推到这边去了，所以我交警能稍微躲了一下。这是干什么？给瞎带节奏吧，你们带我去越个回张敌，这怎么越？单身，你零还是一啊？要我给你找一下。我们直播间，可能会有。我说了这个位置会被推到塔里去的，所以前面为什么我往后退是这个原因。头上应是我的超大魔法书，谢谢老板的魔法书，谢谢。杀出一条血路，这阵容你们能赢吗？不好说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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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闪现多雪球啊。闪现多雪球感觉有点笨笨的感觉，那我就没躲了。他有机会能回，我也不敢确定说百分之百能回。
全跑了，追不上啊！雪人有闪现，那梦魇有雪人那个有种大，把我给炸飞了。你不要推我吧？我一套，你要小心了。还在打，看能不能升个十一级的。一大更有一点，那我应该是。不知道你怎么从后面过来的？完全没想到他会从后面过来，从哪来的？踢后面的眼吗？哇！不知道，后面来个奎三体，我靠！被斩完了，这不我们这边都没补状态啊，打不过很正常。派克五个头，派克给他飞起来了。好像我看那个派克是来抓我，没有啊？复活能去那个，我来推下路吧。你推推棒的是吗？突然窜出去了，应该推推棒，浪费我一个闪。但是还行吧，毕竟还有一个额外有一个卡莎，那这个闪交的也不算太多。我把韧性拉满去。派克是上把队友，上把有派克吗？上把玩了啥？上把玩了盖伦，完全忘记了队友是谁啊！上把这不是在乱砍吗？上把有队友的话，上把不知道有什么队友，没印象。从不后撤。
记不起来了。小肉啊，你瞄我要出事的。哎 ，fuck， 帮忙扛一下塔，哎兄弟。操牛哥，哇操牛哥，中他呀，不是有大招吗？飞他呀，哇操，这是怂犬，我将死战不休。我看到了140点啊！别跟我说你的大200点来啊！哎，跟我进，跟我进，跟我进！这边是不是在打了？炸飞了！我操！我有血手，这边跑了一个。懦弱之举，我绝不姑息。那大哥确实是大哥啊，啊！他是中单，他不是打野，怎么老是有人说他是打野？33的大师还真可以啊，确实很有实力了。33岁的单身很正常的，没怎么的。30什么利益来着？30单身怎么了？是不是很正常的啊？不着急，慢慢来啊。感谢头上一是我的超大魔法书，谢谢头上一是我的超级大魔法书，谢谢雪老板的魔法书，谢谢。专心上分怎么了啊？哎呦，他们不会再打大龙了吧？哎呦，勾到我了，怎么办？这可真难办。后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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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稳定 A 再 R 吧。我给你来一刀，好踢，来，交给我来。哎呀！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给我让了个头。
要了个三杀，要是打挑战的话，三杀就加十了，很关键。挑战挑战有点费劲啊，啊，损身熬心，嗯，难搞。够不到了，他移速太快了。手在干什么？我手没在干什么，我手还在干什么？哦，跟我玩抽象的。奖励也不是。也不是打牌的时候奖励啊。哦，恐惧到了。好背吧。啊。大招把我的大躲了。隔墙劈。啊。怎么样，这个劈可以吧。老三阿斯他们这个大招用的都很好，坏了，感觉要出事了，兄弟们，躲一下，好躲，不能卖牛哥呀。给你来一刀，姜维。故意我们越他的塔是吧？不越不越不越。哎呦，要 Q 一下了。给你来，哎，可惜没劈出来。哇！